老师们好，同学们好，我是范敏，高九年级二班，初中也是二班。我代表郭一威、郭明和梁磊从美国向大家问好。现在的世界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。说大呢，我们这几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跟大家相隔万里，不能参加这次的盛会。说小呢，一个电话、一封电邮能带去我们对你们的关注和问候。二十多年就这么一眨眼过去了，很多后来发生的人和事情都已经模糊了，但是我们共同度过青春依然记忆清晰。这里是这些年来我们跟同学们相聚一些照片供大家欣赏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下次有机会希望能和大家再聚，谢谢。